哇，啲餅乾真係好靚啊，好想帶晒佢哋翻屋企啊！Biscontinia Icing Cafe 喺倫敦有兩間分店，主要係賣啲糖漿餅乾出名。佢喺店入邊劃分咗三個唔同主題嘅糖漿餅乾區，第一樣就係用英國做主題，有紅巴士、Big Ben、Tower Beach。另外佢仲有英國出產嘅卡通人物 Mr. Man、Peter Rabbit，好靚啊！第二樣就係用生日做主題，有生日蛋糕、蠟燭等等。第三樣就係特別場合做主題，例如有新屋入伙、生 BB、wedding、個人興趣，仲有狗仔食得嘅餅乾添。我覺得啦，呢個嘅下午茶啦都幾好食。咁佢嘅整嘅糖漿餅乾咧，比我想象中又冇咁甜喎，都係適度好處。如果咧你嚟影相咧，真係好啱咯，因為咧佢啲餅乾咧好靚啊，佢啲賣相啦、外形啦，所有嘢咧都係你會忍唔住影咗相先去食佢噶。呢間鋪頭除咗賣餅乾、食下午茶之外，仲有得整糖漿餅乾、糖漿禮盒。糖漿禮盒咧就要網上預約，而糖漿餅乾就隨時 walk in 入嚟整就得噶啦。咁咧佢就有好多形狀選擇噶，我咧就會揀汽車形狀啦、獨角獸形狀啦，冇限定製作係幾耐嘅，大約等15至30分鐘啦。由咧焗乾佢之後咧，就可以帶翻屋企噶啦。如果你哋食完下午茶咧，都可以嚟試下噶。交通方面，鄰近 Notting Hill Gate 站，大約行10分鐘就到達。